发现我好久没有站在舞台上。对啊，你很少来做这种嘉宾。就在我整个31年的事业，我只拍过一次偶像剧，就献给你了。看一下你，你记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？哦，真的。我老公还坐在下面。真的吗？蛮激烈的，那个剧情挺夸张的。你们小时候看，应该儿童不能看，应该唱一首。嗯，我也觉得。你还记得就是你演弟弟吗？歌德上学。对，对，你唱透了他的心。那我们唱《学友歌》这个剧里头的插曲好吗？好啊。